然后半决赛开始每一场我都会翻这个，我都会扔这个 ，OK。我们还会有两轮抽奖啊，如果没有抽到不要着急啊，不要难过，不要生气。First， 要这是斗舞之王2020的半决赛，蓝色方先抽，好的 ，Make some noise。进入到现在比赛，进入到白热化。如果觉得精彩的话，给他们来一点尖叫声。片片对阵忠臣，哇哦！片片 go first。哇哦！到了井口忠臣，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炸一点啊！第一首，老奶奶啊，平胸老奶奶再次上场，看一下她这一轮会有怎样的表现。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这两首歌还是很好听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OK， 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，我们就不数三二一了，我们一起喊“斗舞之王”，然后裁判判怎么样？然后我们也是直播间一起打“斗舞之王”，斗舞之王，刷起来！之王，好的，恭喜片片。刚才片片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到片片跳的时候，背后就会有此起彼伏的惨叫声？